镜头带你到中区光复乡嘉里洞部落族人，结合了林管处推动里山倡议，重新走回走其祖先往返封滨基崎海岸的古岩道，由嘉里洞农业观光人文交流协会理事长陈茂生率领部落青年重返踏查，并体验当时祖先祖岩的方式。陈茂生说，重新恢复古岩道的同时，也把部落曾经的历史给走回来。啊，当然在电调查即不到即是告入山前，部落头目祭祀祈福，昭告祖灵。事结束后，二十多位嘉里洞部落族人如一贯般的将深埋在山林里的古岩道一步一脚印的重新踏出来。这条从部落后方上海岸山脉通往封滨基崎海岸的古岩道，嘉里洞农业观光人文交流协会理事长陈茂生说，早期部落族人就是靠着这一条古道往返基崎换取食盐，甚至也就地煮盐。当时嘉里洞部落就成了凤林三星，凤林与海岸基崎交流货物集散地，而这条古道也是当时最重要的取盐古道。哎，好坏哟！你的鞋子，你的鞋子烧掉了。不会了。嘉里洞古岩道有如古代丝路一样，承载着两地经济贸易交流。部落青年尤其用心，要把部落曾经的历史人文找回来。乡长林清水也高度重视，与部落探勘队伍一同踏查体验。有了。啊，光复乡也需要一条古道来开发，社区里面一直在培育这些导游人员。还有很多年轻人站出来，希望他们可以发展他们地方嘉里洞的本身的一些人文也好，农业观光也好，可以对于部落有所帮助了。所以我们乐见了他们自己自发自动。嘉里洞部落结合林管处推动里山倡议，希望能够重新复振祖先这一条古岩道，同时也能够进一步发展成为部落人文历史古道。亲自参与踏查行程的乡长林清水也高度支持，未来也将协助创造嘉里洞的里山经济产业生活。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